天生丽质、开放包容、和和共生的丽江，是无数人心中的舍不得。丽江生态与山水共美，是全国唯一一座拥有文化、自然、记忆三大世界遗产的知名旅游城市。丽江古城、小桥流水、纳西人家，玉龙雪山玉垒千年存古雪，泸沽湖水碧流玉镜锁天光，万里长江江流到此成逆转，奔入中原壮大观。丽江历史与人文共融，我们有全球唯一活着的东巴象形文字，我们有全世界最古老的纳西古乐，我们有时代楷模燃灯校长张桂梅老师，我们有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125万各族人民，我们有独特的纳西文化、毕摩文化、摩梭文化、边屯文化，让丽江成为了一座世界了解中国、中国了解云南的历史名城、文化名城。丽江优势与潜力共存，这里是天然物种基因库、云南药材之乡，我们正在培育丽花、丽药、丽果、丽系品牌，建设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先行区。这里是云南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，我们正立足丰富的水能、风能、太阳能、氢能，建设绿色能源强势。这里是大香格里拉走廊上的璀璨明珠，我们正聚焦旅游形象构建、旅游城市推广、旅游产品创新，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。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。我是丽江市委书记蒲红，诚挚邀请您加入点赞中国城丽江点赞月活动，让我们一起为舍不得的丽江点赞。